很有意思啊。这叫啥？那个路可以啊，在那个请全程录，大家不要把那个照相手机发到网上。哎，我告诉你，那可不一定，看你做什么。看你做什么，我看你做什么。咱们都是玩这个的，我告诉你。咱们都是玩这个的，很有意思，我告诉你。他有这么牛的人啊？他有这么牛的人啊？怎么了？我很想，你有什么手续？有什么手续？拿手续？你是询问还是询问啊？我告诉你，你是询问还是询问呀？啊？是询问还是询？私下聊。聊，你有什么手续？你有什么手续？因为什么原因？我跟你说啊，那个我这边跟你说，如果说你跟我说我北大教授，法学院的，你跟你法学院教授也没关系。不，我告诉你，私底下找您聊一下。聊要有手续。不要推我。聊要有手续。我告诉你，不要碰我。聊要有手续。不要碰我，好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你因为治安还是因为什么？找私底下聊一下，好吧？不能私底下聊，不能私底下聊。私底下跟你聊什么？跟你聊什么？我现在就跟你公开。没问题，不行，行，那不跟你配合，姓谁名谁，不跟你配合，好，姓谁名谁，别这么牛逼，不跟你配合，我怎么本人聊，我告诉你啊，对，凭什么跟你私下聊，凭什么跟你私下聊，我告诉你，你是谁啊？你是谁？我跟你私下聊。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验办所。那有什么了不起啊？你做什么都要有依据，你拿依据来，你拿依据来，你别给我来这一套，你验办所算个老几啊？算老几啊？你过来这一套。别这么过来这一套，不行，绝对不行。你他妈一个人算老几？你不行，那我捏得两个人呀，你两个人呀，你别，我告诉你，别这么过来这一套。来，你把手续给我调过来，手续。什么事儿？没事，我反正有执法记录录像，没事，没关系。我告诉你，你有执法记录。如果说你对我这个执法行为过当啊，我告诉你，打120，你最好，好吧？你最好规范执法，好不好？喂，曹总，那个还有这么牛逼的人啊？